到这个时候，这个换刀，因为这个票，因为这个是换刀嘛，它只是我票到时候换嘛，因为它是只有一千。那请查理。还有还有一次就是说，跟电视上的，电视上的，他们在电视上的主持人这个。这个。真的吗？没有没有，这个五十七台的财经没有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不是说这个人不讲，但是我们用手机用麦，这个都可以做起来，你知道吗？我照片去网络上抓就好，这个去网络上抓去，名字我随便改一改就相信了，所以他不一定是真的。如果我们要真的要投资的话，就是像我们来一谈，哦，找那个投资方，我们跟他面对面谈。哦，他跟你说要投资什么这一种的，要的话是这一种的。嗯，是啊，那你要找厉害的，你要找厉害的，哎。